给你了。讨厌啊！我还找不到我的方块。我的天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地呀、啊！好难哦！对啊，大家都在干嘛？好可怕！看你们平常都在浪费时间，有没有？居然！啊，已经这样。哎呦，怎么可爱？好可爱！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我弄出很可爱东东。哦，哈迪照照镜子。哈迪宝宝。哦，你们跟你讲，等下看到我的以后觉得为之震惊。哎呦，竟然有只彩蛋！有音乐。啊、哦，自己关掉音乐啊、哦！有。他去哪了？不要哭了。啊，那个地板要怎么弄啊？哇，这个真的比较难呈现了。有人在边吃晚餐哦，喝假喝假，一分钟太快了吧！一下、喔，来不及了，不要开那个好了，我直接就这样了啦。太难了啦，剩40秒了，这怎么盖啊？这怎么盖？是。有啦有啦，有 feel 有 feel。哎呀！时间有限，时间有限。好难哦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盖了。各种崩溃。放弃了。Go。真是气耶！好难哦、喔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哇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大太久了啦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？怎么总有这些奇怪的东东？那这种有一些奇怪的食物，那个才是重点。哇塞，你这个好、啊，不能怪我。哎、欸，酱油，哼，下次不能打字出来啊。哦，是啊、哦。嗯。哇，超难。好。而且。你是不是颜色也改错了？哎呦呦、哎、呦，好了哦！要去哪里？让大家赶快哦、啊！什么啦？这也太烂了吧！这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哦，啦！什么叫又是？天啊！太老了吧！头发是什么颜色啊？哇，这个真的。要三分钟没用完啊！这三分钟，阿弟，你这个我先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好快哦！那这个就真的这样啊？是颜色吗？那、啊、不管了。啊！什么三分钟？三秒钟吧？三秒钟就好了。对啊。夸张！夸张！Oh my god！ 各种盖。哎呦，我的下一个是谁啊？哇，我就一直在你后面。哦、嗯， 那完了。说完了，直接说完蛋。加大一点。这样有人才知道。
我不知道。哎，不是这个，你要放那个。好了，可以按了。啊，要死我这个，不知道怎么盖，完蛋了。哎，他的音乐有版权吗？就是游戏里那个，你可以关掉。他哪天突然给你要版权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了解。就跟黄金传说做菜音乐一样。哦，那个版权啊，之后有啦、啊，以前没有，之后有。是哦。嗯。嗯假的，以前我这个有红色、绿色跟青色啊。嗯。你看黄比较好、啊。这样啦，可以了。感觉时间有点短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对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时间到，时间到了，三十秒了、啊，来不及了，我现在来不及了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各种装饰哎，好多惨叫啊 ，Go， 来不及，没关系，好多惨叫声哦，什么啊？不是阿基，这个太经典了，这个你懂啊，你懂啊，你懂啊，什么？什么呀？哎、欸，我前面是有风。好，想一下。好，我只想要到这个。这干嘛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拿到那个耶。命名牌啦，自己拿。好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我觉得我猜得很棒。嗯，可是我在这边都要语法的。这应该不止三分钟了吧？刚盖的应该很不错了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跟三分钟有什么关啊？可以。这个好棒哦！来，哎呦，这个跟差一次三分钟，跟三分钟差一次广告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太快了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太快了！回去，回去，冷静！回来！三分钟差到一次广告，三十分钟吗？哇，三分钟差一次广告 ，OK，OK 啊！我看到的是一分钟一次广告的，太可怕了！对啊，整部影片都在广告。我想说右下角有没有是略过，那边是略过，略过。哎、欸，对，还像一下，其实5秒就可以喽。你知道自己飞过来了，自己飞过来，好远哦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秋风盖的，我盖的，关掉广告。是梗吗？你的略过有点不明显。原来，哇，屏蔽一个，歪了，秋风，哇，这完全不知道怎么盖，从哪里三分钟，三分钟可以屏蔽，没问题哟。好吧，所有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要看史蒂夫的频道？你到底把你给拿谁投都不行，只有拿史蒂夫好了。三分钟删掉 YT 了，三分钟杀了一个 YouTuber， 好凶啊！好凶哦，好凶！下一个跳三分钟广场舞，我还不想跳了，酱油，什么？酱油。我突然不想跳，突然你为什么要突然不想跳？突然要抽离，好恼怒！突然不想跳，听一首歌，跳之舞。
噔噔噔！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我跟你讲，巧克力全部都放哈记，哇！没有，因为我在哈记后面啊，所以我看的是哈记出题 啊，所以我盖哈记合情合理啊。你这表情， okay. 那个他自己就有的表情，对啊，拿出来有，他的 CD 唱片都有表情符号，好可爱啊，超可爱，彩蛋。为什么？阿锦会跳舞哦！哇哦，很会，很开心，开心，很开心，真的哎！我不会跳舞，期待阿锦。而且这是国标舞的衣服，做料理三分钟小厨房，偷偷来。哎，酱油，这团团的题目干我屁事啊！我想要裸体厨房吗？我想要拿团团的头，结果我按了四五次都没有，我就拿给你。用死地图，他明明全部每个人都给。裸体厨房太好笑了。吃蛋还好，还好。哎，还蛮像的，蛮像的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不是吃大餐，哎、欸，大家看，有腐肉哎、欸，有蜘蛛眼哎、欸，吃大餐，好猛啊！阿纪，多时间盖他的头发。阿纪，你的大餐是这些东东，害我想歪了，快食比赛吃到吐，直到吐出，才会有这种腐肉啊，很恶心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原来是这个哦！对啊，哇哇哇！比赛比赛，来了！全部人了，吐面包，快食比赛，吃到肚子吃牛排吐面包。对，哇，这个消化不错哦！我好猛啊，我好强啊！哎，怎么少了一个人？哎，我没有放我，哎，对，你没放你。哎呦！他当评审，他当评审，可以可以，吃肉肉，温馨温馨，吃肉肉。早上从床上起床发呆一下就躺。哎、欸，这日常好不好？日常是啦，是日常太难看了。怎么还有一个村民睡回笼觉吗？那个村民在干嘛啦？太阳晒屁股被人叫了。哎、欸，有回去赖床，有赖床三分钟，有要晒屁股啦，还要晒屁股哦，可以哦，好可爱哦，哇，屁屁，太阳晒屁股哦，对的，晒屁，等一下，这是太阳晒屁股啊，晒屁股，好棒啊，在晒。太阳晒屁股，太可爱了！太阳太好笑了。三分钟可以睡觉，辛苦你了。好惨哦，很疑惑是不是？简单轻松，屁呀！十六秒，你在干什么鬼啦？什么？后面太阳直接先暗了吧？我一个床一个头就按了，太阳后面加的，告诉你是睡午觉，呵呵，白天赖床。哎哎，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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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！哇，好强哦！这很难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的梦，是我出的，十秒外难，我的梦可以画十八只。哇塞！好强哦！然后变成抓一只巨大化宝可梦，这个怎么都盖数字而已？对啊，盖宝可梦，数字就一堆。看看，抓！我是那个宝可梦怎么盖？巨大化宝可梦，崩溃有没有？崩溃！啊！我以为这是外科电力公司，这后面什么 BI 九？BIG 啊 ，BIG 啊，所以，我才刚讲说不能盖字啊，很多很多很多字都召唤不出大型史莱姆，就算了。BI 九，为什么 BI 九 ？BIG， 我只听过 CP 九而已。打一场极具化，
几句话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宝贝酒盖错了，对，盖错了，哇、哦，这才是几句话，够大了，啊，有了，那为什么他肚子上有一棵树？这个要去玩那个最近的一个 Switch 那个才知道，几句话的卡比兽上面有一棵树，哇，那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只讲成以前。超胖的卡比兽挡住前进的路。我跟三分钟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。叫醒他，叫了三分钟他也不醒，卡住了，很困扰。气气气气气，气气气气气气气，跟三分钟没关系。